雪龙的巡查日记一。Hello， 你们好，我是雪龙。今天呢，是我加入巡查员的第一天。没想到第一次加入巡查员，就让我了解到了什么是真正的非法组队，那场面可是相当的壮观啊！那么这次的非法组队到底有多厉害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巡查的视频吧。此时的这名玩家正在大步的向前跑去，而在他的前面就有着一个队的玩家。此时的场上还有92个人，看起来也是刚开局没多久。然后在这里野了个餐，打了个卡，就开着玛萨拉蒂走了。在走的路上呢，也是正前方看到了一个人。此时他们并没有疯狂的射击，而是向这个人响起了喇叭。然后我们这名主角就下车了。嘿，兄弟，组队嘛，我有玛萨拉蒂带你兜风啊。应该是经过了一番交流之后，他们就一起坐上了车。然后在行驶的路上又遇到了一车非法组队的，于是大型非法组队的起源就开始了。此时他们的队伍加起来已经是5个人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远处又跑来了2个人，这2个人使得他们的队伍又壮大了一番，现在加起来应该是8个人了吧。这么大型的非法组队在双排里面也是非常的少见。经过了一番长途奔波之后，来到了 G 港上城区，而刚好这里就有一队人。我们这名主角二话不多说，直接下了车，然后直接拔了一颗闪光弹扔到了对面的楼里，不多不少，刚好8个人。最后这8v2的战斗也是胜利了，但是我们这名主角的队友却没了，属实是有点遗憾啊。最后举报这个主角的应该就是被他们打死的那2个人，所以这名玩家因涉嫌破坏游戏公平类，账号会被封停7天，加清空排位段位分。绿色游戏从你我做起，我是雪龙，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